哎、欸，哇，帅帅了、哦！哎、欸，帅帅，在小巷摸大象，大象摸大象，受不了了啦！前面真的是天使道路，后面那个是什么？质感超棒的钥匙圈准备上架啦！大家记得多关注我们的 IG， 锁定最新消息哦。哎、欸，够了，讲的热血，然后出去试试这样。我们今天阿 V 啦，阿 V 敢不敢啦？阿 V 起来啦！哎、欸，试试大概就这样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计时开始。然后我们现在教学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沿路试试啊。可是我觉得今天还好，因为今天完全没有什么车，对啊，靠腰哦，好慢哦，骑太慢很危险，后面也撞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今天还好，骑起来没什么压力。超速！六档用滑的，直接超速哎、欸！超速了啦！好痛苦哦，是。边送金啊！哎、欸，回到这了，那是代表我们快到了、欸，好像这个比较快、欸，我觉得。嗯。傻眼。对啊，在那边跟我讲破解的、啊。如果你骑很快的话，可以啊。我们这边是留言终结者。快跟你说，那个桥到了，很快耶。那我们现在到这边是15分钟。那我们过去的话是18分钟。到这边是27加，我们刚才停的是41，再加后面那一段8分钟，等于49减57，减到27。啊，对，减27。这样差了7分钟了。那也没有差很远。但是这条真的比较好骑啊，原本的北宜比较好骑。对，破解。破解，没有比较快、欸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继续往回走。那我们一样也用40啊。对，一样40。后面才跟着骑。对，然后面会不会都跟着我们在试试？啊，飙走了！别别别，用过。开心哦！有一台要过不敢过，他应该是也怕区间吧？我路试试敢不敢啊？已经被你弄到改不回来了。自从你们开始哈啦之后，我们朋友他们也都在哈。哈哈哈，教坏小孩耶。哎呀，真好笑哦，烦呢。我是 U bike。干嘛？他怀孕吐了。怀孕的啦，小孩是谁的 ？Q 你的。感觉感。豪涛是谁啊？豪豪的涛。豪涛。豪涛。谁考？哦，骑四十，爹妈都被困起。哇，好帅哦！我嫁给他，你要娶我吗？哈哈哈！他就说他就困你。我喜欢男生呢。我们等下看会被公车超。有啊，在后面，让他过，先靠边，先靠边。啊，走吧。被公车超啦。被公车超车啦。后面有一台，后面有一台。卡车。浪吗？浪啊。起雾了。还有一台，我看到了，开一台卡车，这边让他吧，这边让。西鹏断掉。好、嗯，哦、嗯。这边是有区间测速的。已经结束了吧？结束了，可这边有测速定点的，这边呢、啊？你手机没电吗？哦，没有，只有你断掉而已。然后我想说，怎么突然变那么安静？这一路上多无聊啊！怎么突然那么安静？没有人唱歌。还有刚刚你们没有讲话的时候，我都听不到你们声音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很安静。嗯，这有路哦，这到底到哪里去啊？哦，在里面在小巷摸大象，大象摸大象，你过来过，我来警察哦。哈哈哈！哈，当然人恋爱，我的手差不多当了吧？超累，换小齐当了吗？小齐，哦，还在，好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哇，帅帅了、哦。算了，不要过去玩玩了吧。你看你没事，还有办法好好的抽烟，好想陪下去哦。不行啊，陪下去那就算时间不准的，受不了了啦。你的屁话因为你受不了。到底是哪个智障测试死的、啊？那天都黑了，我想要完全四档，然后放油门再骑。人家这边有人在卖那个贴纸，这个摊位，好笑。
慢很多哎、欸。哇，西鹏都没了。靠，台湾大哥大真的罩不住。我们 LFTR 与 D2 联名的避震器已经推出啦，不管是重机还是苏格达都可以安装此款避震器哦，赶紧到我们虾米卖场看看吧。怎么比慢？现在在比慢是吗？是他们两个轮流在骑那台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骑车啊，你先到了，白痴啊，赶快下车啊！他们刚才轮流的骑那台车啊，不知道哪一个牵新车吧，牵那一台，然后轮流操那台车。轮到我了吧？我会抢啊！台中店结束了，这边。嗯，我们七号三下吧。有车。这也太近了吧！我们没在看吧？你看他们两个要断了。真的吗？小齐还这样吗？小齐。为什么只剩我两个啊？对啊。也是远传的，对不对？不远传的、啊。对啊，干远传最屌了，妈的！其他的也是断。我也是远传的。累累的，沿路都有那种摩托车躺在地板上，也就是被干来的吧，丢在路边。然后我一路就是一直都不用吹油门的，就这样一直滑一直滑。干我也是啊，我就补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。光用六档的那个就够骑到40，眨眼。我去北宜没有多久啊，干那西北宜感觉骑好久的、欸。对啊，再、欸、给他们脸吗？我怕他们现在脸一打，又马上就干掉了。现在应该还好了，那么下面的，不然这样都只有我们。啊、找个地方，真不好停。再找地方吧，真种停不多车啊，再去哪里？住这边的吧，住上面的、啊。住上面的，上面有这么多人啊！我刚刚全部都是社区房子哎、欸，这边我觉得就没有地方了、欸。对，这边不能停吧？但很小哎、欸。我觉得可以啊。对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 对。37分钟，再加前面的22分钟。你还行吗？完全听到你的讲话。不止你，小溪也断掉了。看到你是，真是好可爱哦！哎，只要蹭你是这样。阿贝，阿贝吗？阿贝，超可爱。哎，不要再蹭蹭，哪是猫吗？怎么一直蹭，好好笑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北宜路这边。我看一路40真的是太踢笑了吧，对不对？身为女生，觉得一路40行不行？不行。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啦！连我这个 RV 大王都觉得不行，真的骑到睡着了，真的下背腰胸酸，而且尤其是他骑红牌，真的是快疯掉了、欸。我挂着六档，然后也没有吹油门，然后就这样一直溜一溜就溜下来了。对，然后还会超速，压着刹车，然后沿路你会被游览车啊各种车超车，然后有些车很快从你们过过去，你会觉得超恐怖的。嗯，像要两台 BMW 这样汪汪过去，可能是跑马灯。对，两条路，那你觉得哪一条路比较快？再让我选，还是会选这一条、欸、但是不要骑蒙满这样。对，不要骑蒙满。我们下次到这边是37分钟，22+37=59。我们走北宜这边加起来是59分钟。对，从44.5K， 然后一路这样回到新店，沿路全部是40，总共时间花了59分钟，就一个小时啊。对，我们另外一条从过区间的过去，从石碇，然后我们一路照自己的速度，一路走小路，全部都跳过区间的时间是49，差了10分钟。所以走北宜反而慢，对，因为沿路40啊，太慢了。沿路40啊。所以绕区间那条路可以骑啊，但是可能塞车的时候才用得上。我觉得应该都用不上了，我应该不再骑第二次了，路不好骑啊。除了只有106乙的前面还蛮好骑的，前面真的是天使道路，后面那个是什么？路也很多，然后如果那个下雨天，地上一定会打滑。这破盖啊！破盖不是骂人家的吗？不是、啊。哦，那什么话嘛？直接话嘛，意思差很多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就是各自都觉得区间门路还是最舒服，所以有该死的区间测速了。嗯，但是相对的觉得安全一点、啊、安全很多。有些难说，你看现在那么多那个然后就一起过来，一起下来，然后还有各种大卡车当摸，那个菜车一个比一个。对啊，我们走小路是没有任何大卡车啊，只有很多狗狗而已。狗狗还有猫猫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帽子记得买起来，好不好？骑这种远程就是需要一顶鸭舌帽。戴毛帽这个，冬天过了嘛，夏天到了，这帽帽不要戴了。哇！要戴我们的这个帽子。你不会，我教你。不会，我教你。喜欢这支影片，帮我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哦，别忘了追踪我们四个人的 IG， 好不好？想了解私信 IG， 不要再私信了。好了，那么就影片到这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就欢迎订阅我们四个人的频道，直接加入。